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呢，因为来到的是贵阳，是博远的老家。然后我们乌托旺也是一个国际的团体，所以呢，来到贵阳必须要学习一下贵阳话。好。那学贵阳话呢，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要进行一个传声筒的游戏。博远站在最后一个。好。我们传送的时候就说大声点，让他听得到啊。可以。哦，你们要戴上耳机啊。啊，是吗？戴耳机啊。好，爸爸来了。我们先把戴上。OK。OK。我先摘。好。啊，慢慢来。一起看世界，奋奋追梦归。啊，慢慢来。阿哥娃儿耍头还是怪噜噜的。阿哥娃儿。阿哥娃儿耍头还是怪噜噜的。阿哥娃儿，对不起，阿哥娃儿耍头还是怪噜噜的。没了。阿哥娃儿。OK， 然后 OK。阿哥娃儿，娃儿，你把耳机摘了，摘了。我可以摘掉吗？摘掉。啊 ，OK。阿古娃儿，阿古娃儿，傻头，傻头，还古鬼类。哎，阿古娃儿傻头，还古鬼类。哎，阿古娃儿，阿古娃儿，傻头，傻头，傻的头，傻头。还古鬼类，还古鬼类。对啊，阿古娃儿，然后傻头，阿古娃儿傻头，还古鬼类，还古鬼类啊。阿古娃儿傻头，还古鬼类。阿古娃儿傻头，还古鬼类。OK OK， 对的。我阿古娃，阿古娃，确定是中文吗？是啊。阿古娃，阿古娃，傻头，傻头，阿古娃傻头。哈嘟嘟噜，哈嘟嘟噜，阿古娃傻头，阿嘟嘟噜。你确定是吧？等一下，应该这样的感觉。阿瓜傻头，阿嘟嘟噜，阿嘟嘟噜，阿瓜傻头，阿哈哈，嘟嘟噜，嘟嘟噜，见嘟嘟。说，阿瓜啊？听起来是英文这个。阿瓜，阿瓜傻头，听起来不对。我也觉得。阿瓜，但是没关系，我们就说哎，阿瓜，阿瓜啊，傻头，傻头，哈嘟嘟噜，还有哈嘟嘟噜，哈嘟，才八十大语吗？这个。I feel like it's a new language。阿瓜，傻头，哈嘟嘟噜，对，过去。我听歌吧，感觉不太成功。我先跟你说 ，sorry， 这个对，阿瓜，阿瓜，下头，下头，哈图图雷，你在说夏威夷话吗？不，我也觉得很像，阿瓜，阿瓜，下头，下头，哈图图雷，哈图图雷，来，我们直接我们名牌，然后走吧，就是这样，阿瓜，下头，哈图图雷。首先这几个字在普通话里面就没有是什么他说什么阿古儿傻头阿瓜傻头海什么海然后就什么绿绿绿绿绿绿绿海是吧嗯海是这个吗斜的意思吗可能是吧你应该知道吧你能提示一下有没有海这个字有有是吧你看还这么难吗？贵阳话对，傻头这个词没有吗？傻头没有，他能不能改一个音呢？就是比如说沙头，沙头，洗头，洗头，舌头吗？啊，舌头。要不咱猜猜呢？
这个他这个话没有什么逻辑性，没关系，我们就要这个效果。咱们玩，我们玩，你是个傻头，你是个傻头，你的鞋子不好看啊。嗯，这直接骂人了呗，这直接骂人了呗，我猜不出来。那我放给你听一下。阿哥娃儿耍头还是怪噜噜的。阿哥，你跟我娃儿是不一样。等一下，那等一下，你再放一下。鞋子我猜对了，鞋子我猜对了。阿古尔耍头还是怪噜噜。阿古尔，说实话，这句话后半句四个字海怪噜噜和前面句阿古尔耍头海没有什么连接性。对，他说那个小孩穿的拖鞋看起来非常可爱呢。这句话的逻辑就有点问题了。这是还是我听的？对，短一点的。啊，加油加油。好。简单一点。你确认没来过河谷？那个老师。你确认没来过河谷？你抽子没？你确认没来过河谷？你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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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过？是什么古老的声音？你抽子没来过河谷？你抽子没来过河谷？你抽子没来过河谷？你听我，你抽子没来过？啊！你抽怎么那么哈过？已经开始了，开始了。OK， 哎，你抽子，没拉过，没拉过，哈过。嗯，你抽子没拉过哈过，你抽子没拉过哈过。嗯，你抽子没拉过哈过，你抽子没拉过哈过。OK。我啊，也不是一个。你抽子。我抽子，你抽子，我抽子，你抽子，你抽子麻辣锅，你抽子麻辣锅，哈锅，哈锅，你抽子麻辣锅，哈锅，哈锅，你抽子麻辣锅，哈锅，你抽子麻辣锅，哈锅，你抽子，你抽子麻辣锅啊，麻辣锅，麻辣锅。麻辣锅，你瞅色麻辣锅，哈锅，还有哈锅，麻辣锅，哈锅，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说错了吗？差不多其实。你我，不，你瞅色。丑子，麻辣锅，哈姑，哈姑，我都不一定猜得出来。你把关键词猜出来就算你对。麻辣锅，哈姑，哈姑，哈姑，你丑子麻辣锅哈姑。对，就像听起来像韩语。是吧？我也觉得，我觉得好像。你丑子麻辣锅哈姑。麻辣锅。麻，对。It's tomato. Tomato. 对吗？你瞧这么来过哈姑。啊？你瞧这个西红柿好吗？成功传到了西红柿。耶！成功了一个词。哦。但是，我平常不会这么说。啊，你会说什么？你看这毛辣锅行不行？行不行？你看这个毛辣锅行不行？你看这个毛辣锅行不行？对他这个就比较非常的。正，对你瞅这吗？至少我们知道的一个词就是 Molago， 就是西红柿。好的，那谢谢你们，谢谢。